放。好好好好好
好一点，好一点。你去上我家，然后我到那里。你要那种东西吗？你要有这个。可以啊。那你身体比较。不要。那时候说些为什么感染啊什么之类的，这样就行了。这样就自我防护，你要先保护。哎呦，我的妈！我说可以往下打打打打，如果喝的话，不喝的有些也可以。再来，再去找个好的公园，好的老师。那你说你去，然后再去公园，我让你那个老师，你可以先在公园那边摆设，没有这样，就是我就是要。我们先当个信众，先感受，先拜拜。就像你今天那样的，一般信众过来参加来拜拜，这样就好。不是说，是说你介绍一个好的一个宣传，做什么宣传，他们也没有很正确告诉你，就是他们是个懵懵懒懒的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做嘛，对吧？听懂？修行是不能中断的，你一中断你就千百般的都不舒服，我就不舒服。那现在你势必还是得修，但是呢，我们功有四大准则：念经、静坐，你找到好功量，找到好老师，念经跟静坐。但是你能找到功量之前，就只能念念经了，不要生静坐，也不要。多修福，先让自己稳定舒服，调整好。一定要有个有情师来看，就是找不到老师。那公庙是什么呢？就像我们之前讲的，你去到公庙之前不要进去哪里。我们会在我们走外面，就是我想吐了。不是你在外面，或是对面感受一下，眼睛闭起来感受一下，你会想要想不想要进去？但是你会不会开心？我就怕我跳起，跳起来就死定了。旁边没有，我就走了，我就是。阿姐，你到楼梯底下拿一本书啊。钢卡，钢卡在楼梯底下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我才会叫你去那边拿。等我一下，你就是无需多看一本书的，就像。进来。修行两个字，怎么讲？很简单啊，很难啊，真的很难。就来了，就来了。头一，就像后面那大叔走过去，大家都以为你是三波子。对，所以你自己要清楚，你自己自身的心，你自己要清楚你自己。前面这两个字，什么意思？消什么业障？先想想看，当你还没有想好之前，有，那就是作为工作，作为有茫茫茫，明白？就像他之前说的，你先哪个经文，你先接，你先念的。金刚跟心经，金刚金刚神咒，金光金光神咒，金光神咒，你说牙啊，一下这个四步骤，来点。外面再请他去外面的时候再问。没关系，你拿去外面的时候，我待会儿会拿的，我花时间跟你讲的。四步骤，不是有去哦，自己想想。关于这边怎么帮你意识，那我们帮你上班，对，我反正都是自己的，不是自己的，所以我们都要。他们就讲你自己要靠自己，洗衣机来用，就是要把空调要时间多久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好你原因是什么？你修是因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做？你先靠这个，那你还在给他慢慢谈下去，这样子也很舒服。加权是你好的事，慢慢弹着，然后听下去，然后先弹着，然后做第三步，啊，做第三步，起来，要小心。
我知道，是明天的鬼啊？应该是喽。
该是的。这个是好方法，一直给你加三次。我先到那个店里看一下。声音只有半天，声音没有开始，现在就是半天是啥？啊，现在有半天。他们没有。细菌人的。半天，半天。细菌人的多货，细菌人的方向感。对啊。不知道，那就房下次房东房产。不知道。要跑过他们，如果是丢是细号，细的话，应该是落地门那边。但磁场不好，所以。嗯，外开。电风扇帮我转向。对。你知道怎么松舒服松懈，让一个让自己放掉。我要不应该醒到半分钟就睡。不想睡觉，只在牙很重。现在吗？还是刚刚？都为。他说刚才。都为假的。你在哪里呢？就是。他说刚刚啊，你要说刚刚，他觉得这样很重，刚刚那个过程。不是他们他的心情。对，因为你现在的心情就是，那当然他们会看，会跟生活看，这是跟你必须的义务。
人生哲学。没有没有。我知道。先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